你要种啥？你要种啥？啊，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照啊。前面就好了。排什么队？你说排？你的屏幕是在这里的，你要进去还要排队。对啊。往这边去。你要照吗？你要拍吗？我不要拍。拱起来应该有办法把它电拍起来。彭佳宇跑哪去了？啊？你要照那个，照那个恐怕不容易哦，因为那个很高。我没有，我只需要照这个而已啊。对，就是这个而已啊，你还是？对啊，就是这个。哎，快点，你先跑去站在前面，快点。跑进在那个蓝色屋顶的那两个小摊子在前面，快点，快点啦！你们在听？什么东西？我叫你跑去站在那两个那个屋顶是蓝色的那个摊子前面。在这边，靠近我，靠近我，走近走近，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再往前走，再往前走，再往前走。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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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里很漂亮，你真的是照一张。这个我用长焦的照看看。你在那个窗户前面帮你拍一张。你在这个窗户前面帮你拍一张。哎，彭佳宇，你在这个窗户前面帮你拍一张啊。Sorry。
正在前面那个这个板子这边下。哎，它这个都是螃蟹，它是个弄好的螃蟹吧？我天哪，哎，这应该拍一下。有没有？要买吗？要买吗？那个脚是可以立刻吃的嘛，对吧 ？Excuse me, is this cooked? Yeah, yeah. Okay. Yeah, yeah, yeah. Okay, so what is fried? Fried. This is the claws. Yeah, of course, guys.So we get them over there? What's that? We buy them over there at the counter? If you see something you like, I'll grab it for you and get it to them, and then they'll wrap it up. 你要吃一只吗？还是要吃两只？一只就很多了嘛，小姐。我那时候去日本吃，他那个一只脚切成好几段，然后我就吃完就饱了。不是啊，那你至少要吃一只吧？对啊，就一只就好啊。你一只，我一只，对不对？对啊，好 ，OK 啊。啊，他应该会帮我们切吧？这个好吗？好 ，OK。好。Yeah. Okay. 哎，天哪，那这个鱼是什么鱼？好。What's that guy's name again?信用卡有没有拿？啊？信用卡有没有拿回来？你不要这样。不，我是说，我每次都要提醒你呀。你去买浓汤。走啊。那个门口还蛮特别。蛤蜊浓汤，蛤蜊浓汤。完了。我坐进去。坐啊。Hi。Hi, how are you?How are you today? Good. Good. This is what I'm talking about. Wait. Let's get a safe one. Why are you so hot in the back? I'm going to shoot the drum.进不去就是不是这一个啊，不然怎么进不去？这种进不去。哦，对，那就是那一个。想到你接机那一天，真的你那个样子超级都被拍下来，你那样子超级好笑。
我在哭鼻子的时候有拍下来，都全部都拍下来了。反正我老得很可爱，给你拍。不会的，那你那天状况非常的好。真的吗？真的啊。到了这么快，人生嘛。哦 ，Thank you。The following day.啊，不可以，不要走吗？你是这意思吗？我们不如迟一迟再走，又很赶时间吗？其实也没有。对呀、啊，我们迟一迟再走，这样还比较有力气去扛这些东西。所以前面是星巴克，你要吃这个吗？来来，这边。这是什么？这个是那个三明治。三明治就好了、啊，可以买鸡肉的。鸡肉三明治。然后这个是、哦、这里，这鸡肉三明治，然后那个这个是哈姆哈姆。我有一个鸡肉三明治。然后这个只是起司。然后这是素的。我不赶时间，我们先东西先吃一吃啊，不然等一下弄到最后，搞不好连东西都没得吃。坐里面好了，坐里面，坐里面，坐里面，里面那一排一整排都可以坐。坐这里。喝什么？我要喝随便。喝个热茶什么的吗？不要，我不要喝茶。看没有？看没有？你看我这张像不像微雨？很像，对不对？超像的。微雨比较年轻，是大背。你不要喝，不要喝酒。我不要喝酒。还有什么饮料？我现在在看。还有那个蛋呢？蛋，有那个早餐的蛋，你要吃早餐蛋吗？要。那这样我就不吃三明治。啊，你是要
你那，我讲那个什么香肠啊，是吃培根，你个没不都听？没啊。啊，所以。我要吃培根。OK， 然后那个，伊是迄个煎蛋，不是迄、那个，就是。煎蛋就煎了。蛋花啦，蛋花啦。啊，那随便了，煎了煎就给它煎了，快了。还是你要吃生鲑鱼和蛋？不要。我要吃培根和蛋。培根要培根是吧？嗯。为什么好像突然爱困起来？怎么样？什么东西？突然爱困起来。我帮你叫的那个蛋是有起，你有起司的、哦，你要吃起司吗？你是说不要太多就好了？没关系啦，没关系 ，OK 啊。会付叫拢变甲袂付，你看。好啦。这都是送面。哦，我们是几点？七点。那就把它 cancel 掉好了。啊，现场不能跟他点吗？就是比如说，我就是会很多小毛病的跑出来，就突然就觉得喉咙很痛。还有，为什么？喉咙很痛，然后拉肚子，然后你会觉得那是感冒，你会觉得那可能是感冒，没有，就但是就是你那个吧。你要不要去找那个杨汉明看看？我上次就去看过啦。你有跟他讲说你有这些症状吗？没有。他就是说你就是在更年期，他就一定也是在会这样，然后就是喉咙痛嘛，那个位置很接近扁桃腺，我说大概是扁桃腺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然后扁桃腺没有割掉吗？我为什么要割扁桃腺？没有啦，怎么没事去割什么扁桃腺？我想说你那以前那个一天到晚在发炎，我想说你会不会早割掉？没有，那医生又没叫我割掉。然后结果到那个什么，那快完的时候它就好了。那是你的酒，那是你的水。就是，为什么矿泉水还要用玻璃瓶？那就是很 fancy 的矿泉水。费你的头啊，费你、啊！我想要点那个不 fancy 的矿泉水，已经卖光了，耍贱招。你要不要喝一口先给你？不要，我就跟你讲，我不喝口吗？我不要。没关系。那是你家的事，跟我无关。希望等一下上飞机不要后悔。后悔啥？喝酒后。喝酒不上飞机，上飞机不喝酒。少在那屁。目前为止好玩吗？好玩。应该每次跟我出门都很好玩吧？好玩。因为付钱的人不是我，当然好玩。你又在这样说。
是我们。是，就是。Take an exam. Thank you. Anything else? Oh, we're good for now. Thank you. Good for now. 要不要试试看？哎呦，哇！哦，这个好，这个蛋好，哦，这个蛋赞。你试试看，跟我讲好不好吃？你不然你可以拿一点去吃啊。那培根看起来不赖的。对啊，因为我就是喜欢这样炸的，我就喜欢这样炸的，这样酥酥的培根。那上面也有啊。这些应该是全部都是要去阿拉斯加的。我跟你讲，你那个这个要不要倒进去？这个多出来要不要倒进去？你那个要要倒。我讲要投资，你们这儿的投需要注意吗？还是倒这边？都有烧水，啊、我都无买个汤烧水，个烧水我都买无买啉烧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去阿拉斯加要坐那么久的飞机。不是，因为我们不是飞到安哥拉治，我们在往北飞，我们要飞到菲律宾才会比较久，所以安哥拉治不用那么久。非常的不，连一句打招呼都没有。我靠，很超激动。哎呦，天哪，怎么会是这种小飞机？现在有的人戴着川普的帽子，你看，真夸张。在哪里？在哪里？哪一个？有啊，前面那个戴眼镜老头，右往右。哦，看到了，看到了。也不要这么明显嘛。哇，那我们可没位置放。我不是，也是很后面呢。On the way here shortly, just going to finish up loading up our last few passengers, do some paperwork up front. Flight time this morning, 3 hours. 是要放在下面吗？对，我放下面。Expecting a smooth ride up to Fairbanks. 哎呦，没有办法吗？OK. 这个我自己处理就好。啊、天哪！有位置，你要不要拿上去？不要，上脚会卡到你。不会，不会，不会，不用。很苦吗？还一堆小朋友。